大哥，你给我啃啃我，你看到？你要抓贼？钱了嘛？哎呀，发财了，大哥！二十万！二十万呢？大哥，你来这笔钱，我们喝茅台，吃串串。 我想吃我就吃，我想吃一块就吃一块，我茅台一次我买两瓶，我喝一瓶我倒一瓶。我回去修房子，我修两间厕所，一间男厕所，一间女厕所。我想上男厕所上男厕所，想上女厕所我上女厕所。你成熟点啦！哎呀，不要哭了，找个地方先把钱藏起来。哦。 大哥，来，我来收拾。不，你这个人毛手毛脚的还是我来。不，大哥，我跑得比你快，身体比你好，你跑起来，你可以。你是跑得快，你跑得强，跑了我都能活。不，不会，大哥，大哥。大哥，想。 我追他！哦，快点！等等！等一下，站住！等等！ 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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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不上了，追不上了！你妈！你妈呀！志高，要不是你龟儿子，老子回家。 男厕所都修完了，你马上就修女厕所了，你还不是养的，说我？你是你妈顶嘴！我记到车牌号了。啊？我。王天，我要过来的时候喊我来捧捧啊。好，来，要不？哎呀。 来来来，把那天的一哈给了哈。好嘞。来，说啥？哎呀，说你没说的。哦哟，你的样子跟我用假钱说。哎，凤姐，如何可以第一个说你？哎，你也早点来哦。哎，好，走了。谢谢了。凤姐，开慢点儿。哦。哦。哎呀，金花，金花，啥事？你住。我从茅台去洗，或者用毛竹来香香。哪里？不晓得。哎，打开看下子噻。哎呀，万一后头是炸弹啊！电视都这样演的，你把箱子一打开，嘣！哎呀，你神的说，又在想我？炸弹？我就不相信这个会打。走，要打开，还是我打开？最危险的交给我。你炸的边上。 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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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鬼东西！哎呀，眼睛眯着啥子嘛？啥子？你把眼睛眯着。你眯着说，我眯着，眯着，眯着。哎，你眼神神神。闭闭。对面，我要睁开了哈。睁开。哎呦，你不好难哟。 菜场光头来的，你公公是哪个的嘛？哦，我娘们儿送来的。王小。
还有个卖菜的，他管了有这么多钱吗？妈，四宝，妈，等等，你先吃到哈。怎么回事啊？快点，我妈。哎，这样子，这个地方人多眼杂，呛到我床底下去。就讲到这儿，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的嘛。去买点那些假耗子呀子假假板板啊多安几个哦好好要得嗯你弄了半天又弄了个破东西了是给我抢的咋抢回来这个看哎呀跑跑跑跑志哥，嗯，我们这儿干灯没得用哦。不，据我分析哈，那个车子它既然是送菜的，它就必须要从那儿经过。我们死等，不怕它不来。这个叫守株待兔啊。哦，守株待兔是贬义词的嘛？你吃没文化的亏，咋用在我身上啊？死等，好嘛，我们等嘛。你好脏啊你还笑你还不是过呀和你一样哦快拿水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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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好黑这儿车哎呀车他的嘛车我没车我来我车我这儿这儿快走大哥，你要信我脑壳，我一个卖菜的哪要密码先发噻？哎呀，不是的，你看你送菜的时候得不得顺便帮人家送点货啊？比如说一箱子东西啊那些。啥？哎，你们是来带啥子货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呀，是昨天那个。哎呀，哦。你昨天啊，你送的那个菜这么好吃哦，他说嘴巴吃疼了。你们两个放心，你们两个是开玩笑。哎呀，是。啊，谢喽。大哥，这么多钱，咋整哦？掉了这么多钱。
居然没得人来找，我看是龙虎山泉有点悬。哦。Let's go。人生啊，如今完美生活就是住英国房子，戴瑞士手表。哦，拿美国工资，讨韩国老婆，坐德国汽车，喝法国红酒，结果然后再雇个菲律宾的女佣，可巧了。既然啊，你说这个钱来的不明不白，我给。给这来交工，你瓜的哇！你平时老婆那么聪明的，现在咋个打不过挑了？既然这笔钱来路不明，掉钱的人都不敢大张旗鼓的来找，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安起来。哦，这咋还打开了？你闹啥子闹？我不是在亏吗？干起来，等帮老儿结婚的时候啊，别抽豆儿。哦，师傅，这技术是不是回潮了？你凶啊？你来噻，你来噻。我来就我来，我早就有准备了。你是哭的说你把床头声音那么大，你怕他不晓得没得了，快撇了。声音哦，你在抓啥子吗？哎，咋没听声音呢？哦，可能是在抓耗子。算了，他睡了，睡了，睡了。明明听得有风在喊了。哎呀，你也是，声音那么大，连一帽子远的地方啊，都听到了。你说会不会是我们箱子那个东西有人发现了？不对，这个事连王幺娃都不晓得，我还是一般的贼娃子。哎，帕哥，哎，帕哥，啊，昨天晚上你们屋头闹贼娃子嘛？咋子？生意咋个整的叮叮当当的哦？哎，咋个后头没得生意了呢？哦，昨天晚上，生意嘛，干娘那儿，是不是你听到你们非常玩扯破汗的声音哦？你跑，我来跟你两个说正事。哎，有没得生意嘛？嗯，没得，真的没得。哎呀，江总走，那帕哥说没得事，肯定就没得事。走吧。哎，怪了。洗刷洗刷咋洗刷洗刷咋洗刷，资料给我就吐回来，拉料给我就还回来，洗刷刷洗刷。哎，凤妹儿，来二十万的事啊，我没给黄宝去说。王宝贤想从我这儿掏出话，因为那是不可能的。陈家辉，真的哇？
就晓得你娃心里有鬼。啥子二算？说。哎呦，我咋个那么瓜了？快说！哎呀，啥子二算啊？说，我们两弟兄还有啥子不好说的？啥子二算啊？快说！哟，一个说。是受苦受难的兄弟伙，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嘛。帮他？我，哎呀，你是挨打像哦，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嘛。对哦，王宝奇还说，那个钱过到箱子头啊，不保险哦，要尽快的转移。今天晚上。妈
藏到这儿，再精明的人啊都找不到。要得。